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 STF 很喜欢 SWAG 的 Super 训练生黄建熙，目标是成为一位 S 加五单。现在是早晨八点，我想分享《大鱼海棠》中的一段话，给那些心中有梦想但还不敢去追求的人。生命是一场旅程，我们等了多少个轮回，才有机会享受这一次旅程？这短短的一生，我们最终都会失去，不妨大胆一些，去勇敢追求你的梦想吧。iQIYI Strange name, amazing shows. iQIYI